欢迎收看大话成语，我是洪子彦。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灭死招时。在春秋时期，齐国要攻打鲁国，鲁国觉得打不过，他就找晋国来帮忙。晋国派了大将军细柯来帮忙，齐国一看细柯来了，哎呦，打不过就跑了。细柯想，我不能白来啊，就追。他想了一个计策，假装自己的军队军纪散漫。那齐国驻扎在哪呢？在安地，就在现在山东济南的东北一带。他们打算观望一下，看看什么情况。那晋军呢，就驻扎在他们的正对面。这时候齐国有一个大将军叫高固，他骑着马带着十几个人到晋军那儿转了一圈，在营门前大骂，谁敢出来跟我对战。而细柯呢，跟手下人说，哎呀，大家都别出去啊，哎，我们假装怕他，都别出去，别出去，别出去。高固在那儿转了一圈，没人出来，他觉得，哼，晋国也不过就这样，就走了。第二天，齐国最高统帅叫齐顷公和高固率军出征，到晋军的营门前看，然后晋军营门大开，守门的人都垂头丧气的。齐顷公想，就你们这样还来帮鲁国呀？转身一挥手，诸位，今天我们杀进去灭死招时，就是我们打完了再吃早餐。齐顷公就这样杀进去了，可是没想到细柯在里面布下了重重埋伏，这是一场鏖战呐。齐顷公被杀得丢盔卸甲，大败而回。齐顷公败，但是灭子招时却流传了下来。灭子招时就是我们灭了他再吃早餐，这是拿来形容击退敌人的迫切的心情和必胜的信心。拜拜。